大家好，我是香香，欢迎收看香香的编织教程。这个帽子啊，它的帽型是非常好看的，是这样子的霍尔帽，这个顶收出来也好看，但是就是被我织大了，太大了。我当时起针的时候，我起的是一百针，然后我想说，这个帽子它本来就是要大一点才好看，这个帽型必须比我们平时戴的帽子要大一点啊。但是我就想着大一点吧，就又加了10针起来，110针就太大了，就是50、60头为100针也就够了。你如果是54针呢，你就90针呢，再小一点就80针呢。这个针数随便啊。你如果是讲究一点的，你要两边，这刚刚开始这里两边都是正针，两边都是正针的话，那么你就起4的倍数加2针。如果你就随意的话啊，正着反正都无所谓了，那么你就起双数就可以了啊。这个非常的简单，这个帽子就是没有什么帽子比这个帽子更简单了，就是，它就是一个，你看这个是双螺纹针，就是正着反正，这个就是反针，是吧？这个就反正正着搓衣板针，就是正着反正反正正正这样子，非常的简单了。我54的头围带都是。都也还是大了，撑不起来这个帽子。这个线是松鼠绒的，3两1团的啊。然后这个竹炭针用5.0的，也可以用4.5的啊。首先打一个活结，一下一上的起针。这个线在下面，我们就从下往上。穿过这两个线套了，就是在2针中间这个位置织一针上针啊，现在上面就往下这样子一针一针上一针下，这个应该大家都会的啊。它是穿过这2针的中间的位置，这是一个，我们起100针啊。这里我刚开始给大家说起100针，我起了110针啊，我想把它织大一点。然后第一针，我们织双螺纹是织2针正2针反啊，你看第一针是正针，第一排的第一针是要织的啊，给它织成正针。然后这一针你看，这针是反针，这针才是正针。然后我们把它换过来，把这针正针。给换到前面来交换一下，那这样子，这就是2针正针了啊。然后后面换过来，这就2针的反针。这边同样的，这1针的正针，好，再把后面这个正针给换到前面来。2针的正针，后面又是2针的反针。1针的正针，把这个正针换到前面来。好，2针的正针，2针的反针。好，大家把这一行折过去。好，最后面这里有2针的正针啊，正针反针也给它织成正针。好，翻过来，接下来。第一针，接下来的每一行的第一针就不织了啊，挑下来，这边反针就织反针，这针织正针，2针的正针，2针的反针啊，两面都是一样，正针织正针，反针织反针，然后这样织10到12行，这个就自己织了啊。想要宽一点的，你就多织2行，1行2行；想要窄一点的，你少织1两行，随自己啊，就这么织啊。2正2反，好了，我这里织了10行啊，现在来织搓衣板针。搓衣板针，我们正反面都给它织正针，全部织正针。好，就这样子啊。好，正面这一行织完了啊，全部织正针。到反面这一行来了，这是反面了。
滑面这一行这里也是全部直正针啊，第一针都是每一行的第一针都挑下来不织的啊。我这里这个搓衣板针织了24圈啊，现在来量一下，差不多13厘米了啊。现在来圈针，圈针用那个短针来织啊，全部织正针，然后就是分平均分到3根针上啊。这个就自己织啊。好，分到3根针上了，继续圈织啊，圈织就这样子全部织正针，每一圈都是织正针，织正针了。接下来啊，织多少圈呢，就自己放到头上比一下啊，到到帽顶，跟帽顶平了或者超过帽顶一点点都可以，然后就停下来，就减针了，织帽顶了啊。这个就自己织了。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这个位置张开很宽，在第二针的时候把它交换一下，跟最后一针这一针不织，跟第一针这里换一下，因为第一圈如果换也没那么好换啊。那就是最后一针跟第一针就给它换了一下位置，这样交叉了，这样子就紧了啊。好，把这个换过来的这一针织过来，你看这样子就很紧了，就没有张开了啊。接下来就一直就这么织啊。我这里织了这个正针，全部织那个平针就织了6圈，差不多有16厘米了啊。现在来减针，怎么的呢？因为这个减针它一次减的比较少，一圈。每一次一圈只减5针，那么它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往上高的啊，大家自己去还是去比一下啊，往自己的头上去比一下。我这个就是110针分成5组，那么就是22针为一减一针啊，为一组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，好，20针，织20针，21针跟22针2针并做1针，就这样子织啊，就这样并啊，啊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，17 18 19，好，20针，然后21针跟22针2针并做1针啊，就这样织啊，大家把这一圈织完。好，继续啊，上一圈是隔20针减一针，那么这一圈就是隔19针减一针。好，19针啊，同减针的位置在同一个位置，这一针始针都在上面啊，减出来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下一圈就是隔18针减一针，再下一圈就是隔17针减一针，一直就这么减下去啊。啊，减到这个针这每一组只剩下2针，总共剩下10针的时候，我再来教大家啊，这个就自己织了。这个剪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啊，现在还剩下10针，把这10针全部圈穿到这个缝合针上。
拉一拉，拉紧，然后沿着这十针这里再给它走一圈。好，拉紧，从中间这里穿下去。打一个结，把线头缠一下，穿几下就好了。这个帽子的主体就这样子啊，就完成了。啊，这个流苏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录上啊，我这个现在随便用点什么线啊，随便一点线头啊，教大家怎么弄那个流苏啊。看一下比一下多长，想要多长就多长啊，差不多这么长也可以了，一般是30，量一下啊，34厘米了。这个想长就剪长一点，想短就剪短一点，没有规定的啊。同样想要那个流苏大一点，就多剪几根；不想要那么大的，就少剪几根，随意啊。这个就这么几根啊。剪一根线，然后剪好之后对折过来，用双股吧，两根啊，啊，对折最中间这里，给它绑紧，绑两下啊。我只是弄一点点示范一下啊，用一点线头，然后这样子再用一根线，然后这里折一点点，对折过来，这根线短一点点啊，就放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呢这样子长，这个给它留一段距离啊。这样子缠紧啊，多缠几道都可以啊。缠好之后把这个线给它穿进去，可以再穿一下都可以的啊，可以穿两下的。然后这边把这个线头给拉进来，拉下去，两头再拉紧，好，这个就紧了。好，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不整齐的把它剪平就行，然后这个穿了这个帽子，这样子一边这样穿进去，勾进去，然后底面绑起来啊，端线就行了。这个也是一样，这边这两个也是一样的做法啊。好，这个帽子的视频就全部结束了啊，拜拜。